界野生的神奇宝贝。选择下载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布尔德的形态改变了。旋转转盘可选择技能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完全形态，力量全开，完美战斗条开放，按下右键按钮开启，完美终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灵体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主人，按下右键按钮来停止转动条。梦幻时间变身为不怕，梦幻使劲的变身。梦幻变身为不怕了。五色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生存奖励，按下求取按钮停止转盘吧。是超级球。选择想大格局的神奇宝贝吧。你有你用你的神奇宝贝召唤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遮盖板。Insert Point， 开始波克梦遮盖板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Mewtwo，Growlithe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Kyogre。勇敢，所以起来。上吧。River，Magic，Magic。
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对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，很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，Amber！ 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，Origin Pulse！使用辅助防御，战败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。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，很好。使用辅助攻击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。第中回合。旋转转盘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，很好。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，是超级球。让人吃惊，居然捕获了尚未虚弱的神奇宝贝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塞吧，下次再来哦。选择奖励任务开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，S Cavalier， Check up， Joshua， 扫描到 Z 最大了。使用招式后，怒换 Z， 上吧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很好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，打到前线，
攻击。很好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nice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超进化机会，让联赛本部暂时借用进化月食吧，停下轮盘吧。成功，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第中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太棒了！梦幻即将变身为裂空座，梦幻使出了变身。梦幻变身为裂空座了，哪有变身？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杰克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德尔塔尔出现了，重要派了，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这是超级球，捕获呢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局取出缺下吧。 Mr.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